以后，哎，以后你太紧张了，这样可行吗？是导演，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？还想不想找对象了？啊，想找，我也找不到对象，不完了吗？赶快下去练练吧。嗯，好。啊，老二号请进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二号，导演有请。这么笨呢？你说你这破嘴，到正课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，你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大家见笑了哈。这年龄大了，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。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，是吧？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，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，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，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？都笑话谁呀？只要能找着合适的，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。找二号，好，我下去练练好不好？练完了，导演说我不行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？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，往摄像机跟前一坐，我就说不出来话。看着没，都犯一个病。导演说了，这叫运镜头，明白吗？运镜头。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，这回改运镜头了呢。我不是运镜头，就是他那灯一亮，我就觉得天旋地转。那是运灯。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？能不难吗？我都录30多遍了，没合格。我不想录了，我回去。别的，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？是吧？困难是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，有困难要上，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。真的上困难？真的，别回去，行吧？我本来就不想来。说什么都没用了，都给咱编号了，一号、二号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嘛，请坐之。我来吧，我走就完了。坐。我没啥可难的，难啥？你来，我给你练一遍，你看看。不，有啥了不得？你坐着吧。你看我的，关键是放空，要微笑吗？我叫赵英俊，35岁了，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，不细看问题不大，这属于表面老化。还要加括弧吗？我必须得括上，我35，别人老怀疑我53，多赔呀这。那是得加括弧。现有住房一套，括弧7.8平米。存款1560元，括弧让前妻拐跑了，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、爱国爱家，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，上这上那，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，做饭都没人给做。你怎么了？别打岔，感觉找到了。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，是独身的，最好是没结婚的，马上就跟我成亲的。我的妈呀，感觉找到了。怎么样？你看你练得多好啊，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。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，我帮你吧。我给你当导演。你会当导演？哎，他比咱省事，他就预备开始，别紧张，拿脑门当镜头。你坐那吧，我给你导。这回我上合格了，我提成。对，看镜头。你看镜头啊，说话。我说也白说。你还没说呢。不会有人来应征的。自己就封门了。我条件不好。找一般的呗。我不是独身。不是独身，不是独，不是独身，上这扯啥来了？你这蔫巴胆也太大了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是违法呀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如果你俩不能过来，或者是怎地。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。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，再倒把我倒进去。哎呀，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，你误会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实在说不出来呀。你是有困难，你回来吧，有招了，我刺激你一下子。啊刺激你，先受刺激。
四项时候都听音乐，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。看镜头，镜头质量不太好，准备开始。我叫李慧娴，今年35岁。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，可能显得老了一些。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，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，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。我本不想癌症昏迷，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，别太屈着自己。说实在的，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，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，这才是个完整的家。完了，让我给倒哭了。哭了？没有。生活呀，像一杯二锅头，酸甜苦辣别犯愁，往下咽。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？大哥，我并不比你强，我受过刺激，受过强烈的刺激。你？我离过姨呀。离过姨？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。为啥呀？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，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，实在让我难以接受。什么问题呀？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，越看越像老太太。像吗？像点又有什么呢？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，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？啥话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？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？这都是折，最终思想他想出国。他去哪儿了？美国，家里。加利福尼亚。对，家里待不下。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。那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你看摊上这样的，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。这一个家呀，它不在群后，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，有共同爱好，得有共同语言，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。对，两个人能心贴心的。你咋劝上我了呢？你不哭了？你不生气了吧？我过劲儿了。哎，刚才练到哪儿了？不对，找一个啥样的你想？坐吧。就我这条件，还能找啥样的？你说吧。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，身体健康的，性格开朗的，心地善良的，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，有点特长的就行了。我这么说行吗？啊？以后。导演叫你呢。准备十路啊。导演呐，去吧。导演呐，我再练5分钟行不？我不去了。看你练得多好啊！不行，快去录吧。我跟你一比，我就不是东西了。啊、你帮帮我得了吧？你给我当回导演呢？哎呀，我哪会当导演呢？没事，你就喊预备开始，别紧张，拿你脑门当镜头吧。快来，给我当导演。要不我就给你提词儿吧。行，谢谢你，你坐吧。词儿给练。哎，你也坐吧。哎。坐吧。坐吧。坐。你别紧张。别紧张。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注意啊。哎。预备。开始。啊。你咋喊上了呢？你这音拉得太长了，那怪我了，重来吧。哎，
哎呀，你咋都出汗了呢？是吗？擦擦汗。嗯。擦擦汗。哎。注意啊，这回别紧张。嗯。不用紧张。哎。啊，注意。嗯。别紧张，预备。不紧张。开始。我叫不紧张。这妈咋又紧张呢？你比甄导演导还紧张。那你往下说吧。嗯。说吧，别紧张。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，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坨小花，头上还戴个发卡。啊，你往哪儿看呢？看镜头呢吗？你太紧张了。嗯，离镜头太近了。往下说吧。本人正像你在《玉轩一味》当中所提的那样，经历坎坷，心地善良，身体健康，有一定特长，请看，这是证书。六级木匠，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。我想找一个吧，能热热乎乎搁后头唠点话的，就说心肠好一点，耐住。独身女人为伴。你别打岔，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，手要巧的，带个小孩能养老的。如果组织需要的话，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。听明白没？我不明白。还没说透。你这么好的条件，应该找个年轻的。不，我就找同岁的，都是35的，这才叫般配的。你应该找个漂亮的。没有用，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，后来不就解体了吗？你应该找个独身的。我偏要找带小孩的，括弧8岁男孩正好。有孩子是累赘。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？关键他不光有孩子，有老太太就更好了。你不知道吗？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。可是你要不把丈夫带来，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。不会后悔的。我怎么能后悔呢？我不后悔，我想有个家，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。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。你还录吗？你呢？嗯，我不录了。我万一要上了电视，肯定被人相中了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你还录吗？你说呢？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，再练练。再练练。找个环境优秀、闲人免进的地方练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。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才不会太吵。谁不会想有家？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别说他的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孤单寻找我的家。盯着啊！哎，我去撬保险柜。哎，哎，没有人吧？别啊！哎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警察！这是帽子，帽子我也害怕。哎呦，戴一坨。
我说大哥，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，得有点法治观念呢。您别误会我，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，他也得判几年。我他妈去，咱让个饶命，不准打瞌睡啊。不敢，好好盯着。对对对，快一点，手脚利索点。哎呦我天哪，哎呦兄弟，可以。哎，同志别走，没点着啊。没点着，没点着，咱们得。你冷吗？你有病？有事儿？你有任务？有任务。哦，有任务。我是这片管警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敢告诉你们。啊，那就是特殊任务了。对，对，是很特殊的任务。那我就不问了。你千万别问，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。我不问不问。您走啊。啊，您慢走。我还没。您慢走。行走走走，不再聊会儿了。再聊会儿？那就再聊会儿嘛。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抽烟。抽烟吗？抽吧，不敢。不会啊，不会。同志，哪个派出所的？我啊，我啊，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，后来不是啊，调分局了。他就是啊，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，又调哪儿了？法院。啊，在法院工作。可不，去了几趟，我就又调哪儿了？进了第四监狱。啊，调劳改局工作了。哎，对，归那儿管。啊。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。可不是嘛，真得干活啊。啊？你们也干活啊？谁跑得了啊？哦，那奖金一定很高吧？奖金啊？没有。补贴呢？还有补贴啊？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？呀，这没有啊？假期长吧？不可能给咱们假呀。那你们白干啊？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。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，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？哎，咱不能发牢骚。对，不能发牢骚。那你这出来，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个风？哦，哎，特殊任务忘了，要保密。我老忘了。同志。同志。同志，没看我这说话了。同志有事吗？我没什么事。我没说你。哦。同志。哎。我问个路。哦，问路问什么地方？
幸福大姐咋揍你？哦，幸福大街，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，一直走，往那面一拐就到了。知道吧？不清楚啊？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拐弯就到了。哦，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啊，路口有个接盘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反了，这边。哎呀！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！我敢跟他逗吗？我。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？可不是嘛，刚穿上这身衣服。那个同志，您呢？我不长，20年。我落他手里了，您多批评。批评嘛，谈不上。看到不合适的，我就想说两句。您说说。一个警察嘛，应该讲究一点仪表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了？站都没个站相。我要挺胸，昂头。你会不会挺胸昂头？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，您看出来了，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？没错，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，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，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。你看，再说你这个看人吧，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。这我啊，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？你看看，没有啊。你看，要从眼睛中间看人。从眼睛中间啊，从这儿啊。那我说啊，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。你看着我，从眼睛中间。对，哎，你别对眼儿啊，你直视着我。哎，别走。哎，直视着我，说话。说什么？随便说。那我就全说了。说，本人陈小二，男，24岁，民族汉，家住罗关胡同104号，被捕前系小偷公司，住1楼4楼公共汽车特派员。真幽默呀！哎，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？啊，可不都这么说吗？所以你都背熟了吗？啊，是背熟了。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没有底气。这不是心里虚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本人陈小二。哎，不不，你再说点别的。不会了。这么说吧，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。哎，啊，是有一个人。对，从实战出发，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跳保险柜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？我天生胆小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和我没关系。不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没有。有。我最多算协同。站住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。哎呀，我没让你举手。哦，后面有。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。哦，对呀。啊，练习练习。站住，不许动。我没动。举起手来。哎呀，我没让你呀，你看。我老以为说我呢。你试试。对了，我是警察。哎，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。站住，不许动。那他要打我呢？哎呀，你还没等他动手，你就飞起一脚，直踢他的要害。这招管用吗？肯定灵。是吗？你试试。站住！你站站！哎哎哎哎！你说话要有力量，有力。嗯。站住！哎呀，你冲着我来，我冲着您啊！您就好比你的对手。
不敢。你哎呀，怎么不敢呢？你看你这，冲着我来。好，冲着你。哎，站住！行了，你大点声啊！站住！好，不许动！不错，举起手来！再来！哎，哎呀，糟了，对不起，踢着您了吧？踢坏了没有？还好，我练过。是吗？您可真棒啊！再教我一招吧，够用了。站住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哎，哎，您上哪儿去？啊？我到那边去看看。您看什么去？我随便看看嘛。啊，随便看。碰的这么个笨蛋！哎，您说一会儿再见。笨蛋！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站住！不许动！举起。哎。哈，需要帮助吗？我想要过马路。走，我扶你过去。走。不用你。走吧。不用你。哦，对，我是警察。你是警察？我是警察。你摸到了吗？你真是警察？真的是。你等一下啊！停车，停下来，等一等，不许走了，说你呢，停车。有车吗？啊，当然，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。谢谢你，警察叔叔。哎呦，瞧您客气什么呀？这不是应该做的吗？那个什么，您扶着我。哎，咱们走。哎，慢点走。上马路沿，小心一点。好嘞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半夜的也没个车过一过，让我指挥指挥，你看。小二，走啊！我是警察，需要帮助吗？哎呀，成了，快走啊！小偷，站住！不是你打我什么你？不许动！你打我！举起手来！再动我一套！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招？什么时候？刚学的，不知道吧？哼！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再来一下！喂，报告。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。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铐在一起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没错，让你跑跑不了了。就他一个吗？一共两个。那个呢？在外面放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事先商量好的，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，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。那个放风的呢？放风呢？放风呢？陈小二到。性别男，年龄24岁，职业小偷公司，住一楼4路公共汽车。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是小偷啊！我怎么会是小偷呢？我说别哭了。你还有立功表现吗？哎呀，不行！行了行了，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。谁拿你东西了？你翻了你啊！这不是钱包？习惯了。你是媳妇儿太后悔了。我跟你介绍你家情况。我媳妇儿小名叫小九，纯牌我们家二把手。啥事我说定了，她马上举手。我说八，她不说九。我说没，她不敢说有。我说你给我站着，你她可以随便走。
出个进。靠前了。刚才我吹牛，你都听着了。我这点毛病你不知道吗？就痛快痛快嘴呗。这不你告诉我的吗？要注意男子汉形象，对外可以猛吹，回来看着你马上就怼。你看你究竟怎的了？你说话呀！我吧，哪点做的要不对的话，像你这当领导的，该批评就批评。我问你，只是你最近是不是背着我干啥事儿？对，你真能讲，我还敢背你干啥事儿？没背我干啥事儿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跟我说明白了，要不咱俩可没完。别的媳妇儿，安定团结才能治好家。你别跟我扯，说完算完事儿。来，饭都凉了。说不说呀？说不说呀？来，说不说呀？你看有啥话慢慢说呗，吵吵啥呀？你站住，干啥去？我先躲一躲，你先消消火。还没说完话，你怎么？我不惜搭过他，你看。等一会儿他消气儿了，我还收拾不了他。回来，得见笑了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啊！怕老婆？怕老婆？谁说怕老婆？我跟你说啊。不是怕，怕就是爱，爱才能怕，懂不？对不对？你怕老婆不？我还没老婆嘞。你没老婆，那说那就没用了。那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两天吧，我给他手拿出来500块钱来，完事儿吧，借给我原来那对象。不敢这么说。你告你，你也不敢说，这事儿不能说的事儿，要能，那是来了。老乐啊，喊啥呀？我出来跟邻居唠会儿嗑，喊啥呀？回家吧，饭菜都凉了。凉你再给我热，回去吧。回行不？我叫你回去你就回去，我说话还不算咋的？现在我这气儿都没消呢，我回去了，我不还得往出撵你吗？回去。你看，怕大伙都见笑了。我们老乐啊，平常脾气可大了，那我可怕他了，是不老乐？这事最好别跟大伙说。回去吧。今儿不是给你过生日吗？明天过。你儿不过期了啊？过期回去吧啊！过期就作废了，回。你看你以后啊，你出来别扎着围裙，等我回来做饭。你看你吧，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让我记这玩意儿，衣服埋的就行了。啊，好吧，这人。回来吧。哎呀，你这地点不好。回来。衣服埋汰再洗，让大伙多笑，好像沾。行啊你呀、啊、真够意思，出息了是不？你给我坐那。哎，差点没坐地。哎，媳妇别笑了啊，我心里没底。过来，嗯，过来呀！干啥呀？整四个浪呗！今儿你不四岁吗？什么？四十了？
哎呀，别唠过去了，那没走，别烧了，我帮你点。哎，别哭。来，不生气啊。两口子还真生气呀、啊！这叫我敬你。今儿不是给你过生日吗？对，我敬你一杯。不，今儿啊，我敬你。敬我？我祝你，端酒啊，生日快乐。你媳妇儿挺能整词儿，还祝我生日快乐。吹。啊？一中吹，一中没中和。吹不行，我让你吹蜡烛。哎呀，媳妇，我媳妇这狗长犄角，还整个洋事儿，一口气吹灭。好。哎呦，吹过劲儿。吓你。乐儿啊，哎，你说，咱俩结婚这些年。我对你咋样啊？你咋突然说这话呢？啥也没说，都在酒里。哎，乐儿啊，你说我咋有啥话都想跟你说呢？那就对了，跟别人说不出事儿了。那你呢？啥话要都跟媳妇儿说，那还叫老爷们？啥？啥话要都跟媳妇儿说，那才叫老爷们呢？你别把我当傻子，你跟我说实话。说啥？那500块钱。你到底借给谁的？那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嗯，不就借老姨他们家那二白乎了吗？你拉倒吧你啊！我今儿进城见二白乎了。二白乎咋说的？根本没那回事。他真能臭白乎！你说这小子够意思，我都跟他定好了。我说这钱呐，如果我媳妇要来问你的话，你千万千万就说借你了，要不然就编完了。编好，别出岔啊！你跟我说实话。那钱你到底借给谁了？说不说呀？这菜整咸了，快点吃饭吧。起来，出去。你咋这样？说急眼就急眼，你这脾气，你说这都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九啊，九，开门。九，九，九。有啥话咱直接对话呗，行吗？你没诚意，我跟你对啥话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不说实话，你就别想进这门。就不进了，看你哭。进不去门，看谁开门。老乐大哥，这大半夜的搁外边站着干啥呢？干什么？我媳妇没在家吗？钥匙锁屋了，进不来了。走吧，上家去吧。别忙，等一会儿不开门我再去。过来。干啥玩意儿？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再来两个。过来，进来，快点，进来。你都别开门了。行，你就给我装神弄鬼，你给我演戏吧啊！我又不正经，你还不开门？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今儿是不打算说实话了，是不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说实话，我也知道。你就炸了啊！我炸你干啥？我今儿进城干啥去了？干啥去了？钱都要回来了。你真上他家去了？我去了，那我的钱我不要啊！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谁过分？我过分，你过分呐？你呗！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你说我俩是处过一段，那能怎么？他有困难，咱就不能帮一把吗？啊？他老爷们在部队呢，你说他孩子搁家有病了，冲我借500块钱，我能不借吗？你怎么能要去呢？是人干的事吗你？那你干啥不跟我明说呀？我不告你了，你不管啥事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呀。我不害怕吗？你心里没鬼你怕啥呀？我不怕你心眼小吗？我心眼比你大。没事，你老瞎合计合计。你不说我才瞎合计呢。你一瞎合计你老发脾气，你发脾气你连掐带拧的，我跟你
这我都能忍，是不？我就怕你犯这个头疼病，你脑袋一疼，不吃饭不睡觉，大把大把净吃药，有时候你还往墙上撞，我瞅着不着急吗？再者说了，十多年了，你说我对你什么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因为你有这头疼病，平时我不爱理你，干啥呀？你凶人呢？老乐啊，老乐，你说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疼着你，我护着你，我一不心的跟你过日子，那我咋就连句实话我也得不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到现在你也根本没整明白我是咋样一个人儿。干啥呢？哭啥呀？我也没说啥呀，你说我这……哎呀，别哭了，啊，哭啥呀？你说，别哭了，你咋就这么不懂人家心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这脑子哭疼啊！算我错，不哭了啊！妈，我错了，妈，别哭了，哭犯病就完了，哭啥呀？你去干啥？把我外套取来。取外套干啥？我上他家去。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啊？啊，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，你去干啥去？这不逼我犯错误去吗你？这不完了吗？犯大错误了，人家那是军婚呐你。你说你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去吧。笑啥玩意儿？你去啊！我告诉你吧，那钱我根本没去要。真假的？傻样，就看你跟不跟我说实话。去干啥？多拿点鸡蛋，我去看看他。是真心话吗？我多难骗过你啊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、别爷了，走。别，今天搁家过生日吧，明天起早上医院看看你，行不？那也行。嗯。现在根据你的表现，我奖励你件好事。啥事儿？把洗脚盆端进来。哎，这工作好，不受年龄限制，干到一百岁也不能退休。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！那你看见我了？倒是没看见。就是嘛，我真的是头一次，而且什么都没看着。你看，你在盯个什么字？真的是第一次，我真的是第一次。但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。那是戴着头套，一般人认不得。你不是第一次啊！我这么说的。走，到派出所。就是第一次，你走走走。你这就这么一点事，你看干嘛？小二，你这是六害之列，你知道吧？
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，一直抓我，抓这些问题，这关系到啊，这关系到。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？不是这些问题啊，你是不是有瘾？不是，哎，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。干嘛跟姥姥说？姥姥耳朵聋，她听着心不烦。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，你这，你别废话了，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，你快给我打开。小二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，因为你是我小舅子。对呀，来吧。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？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人，啊？怎么有病？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吗？是啊。哎，咱们在法律上来说，不是亲戚关系。什么？法律是法律，我们要尊重事实。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和我姐有事实了？哎呀，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跟你姐，事实上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？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？哎呀，怎么着？不是，你跟我走，小闹干什么？上派出所去！这干什么？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。走，哎呀，小二，走，哎呀，你姐是自愿的，她也不可能。哎呀。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我跟你谈恋爱啊。他怎么着谈恋爱？那可是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走，你轻点成不成？怎么了？脚崴了知道吗？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？谁让你追那么紧的？你不跑我能追吗？你不追我能跑吗？这还是我的不是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，你干嘛非追我不放？不，这能怪我吗？黑不隆冬的就你那辆，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。行，你也甭废话，要走也行，去给我打个的去。干嘛？上派出所啊。打的去派出所？要么你给我揉揉，你揉好了我跟你走。哪个脚？这个轻点。对，轻点。哎呦，看看好了吗？哎，真是好了。行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。小二，你别胡闹好不好？这不是在家里，你给我打开！我这是在执行公务，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？再说你都听见了，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。我就是那个警长，我是黑猫啊！你再报告一次。怎么报告？你就说，警长，我是黑猫，老鼠十分狡猾，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。丢了？那丢了，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。行了，不放干什么？你黑猫的，我堂堂的陈小二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？那是你的代号，你才是老鼠呢。我怎么是老鼠？你就是老鼠，我姐是黑猫。你见了我姐，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，瞧那个样。娟儿，行，我就那么怕你姐？你不怕？我姐说一，你敢说二吗？我不说二。你敢吗？我就不说二。还就不说二？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，你敢有个不字吗？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？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打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，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，也是为了锻炼身体。你妈说了，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。算了吧，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。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啊？我当然要，我先把你送进去，再和你姐商量。怎么着？你非要把我弄进去？小二，就你这点事儿吧，进去认个错，说说清楚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？就这么简单？早说呀！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让厂长领我？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。那怎么？我现在是流产查看期间，我就。哎呀，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？不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非把我开除不行！我这么大个子，连饿都没有，我不行！你看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晚了。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？你说吧。这家长成吗？家长也行。那就是你了。这我怎么成的？你是我姐夫。啊、哦、不，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，在法律上不是有事实了吗？哎，你别这么说，哎呦，不，不是，你别这不
是一回事。不，我承认了，你就是我姐夫。姐夫，你接我去啊，你把我领出来。啊，我把你送进去，我接着把你领出来。哎，有点麻烦了，是吧？老师，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小二，你就进去说说嘛。能说清吗？怎么里头去？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。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？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，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？哎，这我们是讲道理的。再说，那还有我吗？你呢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？啊？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、政委，下有班长、组长，你算老几啊？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。在所里处理问题，一般我不发表意见，那是轮不上你。但只要我说话，跟没说一样。只要我说的对，不可能叫话。哎呀，你想啊，混了这么多年，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，还说什么呀？说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？啊，你也就蒙我姐还行。我怎么蒙你姐了？你没蒙。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？娟儿，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，这都年底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是，那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？你呀，我算看透了，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，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。哼，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、啊。怎么着？我就说了，你套什么近乎？什么叫套近乎？我今天这小警察就跟你铁面无私了。怎么着？走。你干什么？走。我不走。你走。我得抽根烟呢。我掏出来。哦，你给我打开。你给我打开，我把烟掏出来抽根烟，抽根烟我给你走。等等，好，我这有。什么呢？国产的。丢不起那人。哎。你不抽算了，你不抽。走。哎呀，你是又怎么了？我这后背痒呀。你看你那是事儿吧？我这你给我打开，我够不着啊。忍着吧。你看我这够不着。忍着吧。哎，好好，我给你挠挠，行不行？不用你，拿，隔着衣服能解痒吗？哎呀，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跟你那赶上窝里捂一捂，真是的你！哎，我也凉啊！好，来，你给我打开，我自己挠，挠一挠不就？拿，上面啊，下面啊，左面啊，右面，到底哪边？全方位的吧。哎呀，你也得有点重点呐、啊！重点在哪儿？就这，哎，对，是的，就是的。使劲儿啊你！啊，怎么我这都痒了？你看我给你挠的，哎呦，用不着你呀！你怎么能带着？我怎么能带？真是哪里不是哪？走，走，往哪边？往这边走。你那边绕远，这边近。干嘛从那儿走？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。哎。怎么着？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？大过节的，人都以为我失踪了。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？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，还得到派出所找我。不行，你怎么说嘛？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妈，姥姥，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，就是连一块的。他还说，明白我要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。年是不能在家过了，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喝点去。你不能这么说，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。别咱妈的啊，那是我妈啊，你妈身体没关系，不就是心脏病吗？要不让她看着吧。再说了，咱姥姥的。别咱的，套什么劲啊？你姥姥的。你姥姥的。咱姥姥的。别咱的。你姥姥的。你姥姥的。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，这不一样吗？你就说他老人家啊。他老人家有脑血栓，没关系，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，还嘣一下就给气疯了呢。哎呦我告诉你，嘿，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。走啊，好姐夫，走吧。你说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？你放心，以后你再也见不着。哎，我不得去。走。
让我妈也看看，瞧这女婿啊，多英雄！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，明天就是丈母娘，后天就是我姥姥，大后天……啊，对，你得把我姐留下。小二，你们好过小日子啊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。你行了，我算知道了，什么叫以权谋私，什么叫杀人灭口。你，那你，我揍你！我打人呢，你还想？你打，你打！哎，今天你不打，你这是小舅子。我打你！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？别说这个啊，你还没结婚呢。朋友们，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？啊？你们不会放吗？放不放？不放！哎，瞧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，人家别别叫人家大姐，人家才五岁，人家辈儿大。大妈，你说的好。哎呀！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，这样我再问问他，小二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？是什么？不可能的，不是，真不是，这真不是。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，那本来嘛就是。刚才你不跑，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。是的。啊，到了啊，那明天中午我请客，回去把点潮州城。带上我姐啊！哎，别走，留个案底，明天不请客了。姓名？死心眼儿，死心眼儿，不是叫陈小二吗？知道你还问呢。性别？瞧着办吧。家庭住址？家庭住址？问你呢，你一天跑八趟，你问我？啊？问我？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，这事儿找我姐说去。你姐没空，那还有你呢？我怎么能？谁让你当我姐夫的？好好好，哎，家在这边，我得拿东西去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录像机扔路边了。你还是组织者呀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？留在吧。姐，妈。我打一辈子专为这弄走，妈，走。我对你有意见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，我得站最高峰。好，他也长到这地方来。脑袋，我哎，我高瞻远瞩，我请求上吊。啊，你意思你也上来？好嘛，脑袋，哎，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。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，我这个。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。我都要打的亲自去，便宜。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？一毛一呀、啊。打的费呢？77呀、啊。那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。大哥，你太有诚意了。孩子们说的对，不能砸呀。他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，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。我收藏了。不行啊！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，你怎么能收藏呢？花多少钱我给。